谢谢大家。来，老师请了。老师是来自韩国的康桑哈密达，掌声鼓励一下啊。先听这个前奏，猜是哪首歌曲？这太童话了吧。这个前奏让我们想起了妈妈，邻居王大爷。安排李叔才青春带着些许心事，时而流泪，时而微笑，言语不得而知。他有一间房子，摆满了他和他的故事，谢谢大家。